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网红衬就去你的！这个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是我们德云古曲社啊成立第三场演出，特别开心，特别激动。我作为这个主持人的身份，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跟大家报幕。哎，听到了啊，这个哟，所有人都拿着手机往台上照啊。好，月月瘦了，好了吗？嗯，好了，越来越白了啊！好，这边啊，好嘞。今天啊，跟这场演出跟相声呢不太一样，相声有说有笑，今天都是演唱古曲嘛，希望大家呢就是别闹，别起哄啊，这个当然该起哄的时候起哄啊。但是你们得这个掌握这个节骨眼儿，但是不好掌握啊，可能一会儿熟了就好了。可能楼上有一帮人会起哄啊，就那帮人啊。好了啊，我作为主持人，我在台上不能耽误大家的太长的时间啊。第一场这个是什么节目呢？这丢人吗？啊？对呀，不丢人。第一场，叫发四喜儿，演唱者是，我看一眼就行。第一场发四喜儿，演唱者张鹤伦、高九成、周九良、刘鹤春、张鹤晴，我还没你知道的多呢，还。我们上台呢特别开心啊，先别喊，我们想先听到你们的掌声啊。哇，突然这一上台没有掌声啊，心里有点慌了啊。你们也不要误会，不要以为我们是大鼓妞啊。我不是。对，今天是一个什么专场？反串专场吗？对了，我们几个呢就是那几个串。对，我们串儿一个大鼓妞。对，我们呢先来一个扮演一个开场的小角色。对，好。对了，然后大伙儿有朋友啊认识我们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，那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，就不直接唱，万一啊一会儿哪儿唱错了，有个崩瓜掉字啊忘词啊错词的，你也知道得笑话我师父郭德纲，对吧？跟咱师父没关系，谁唱错的啊记住谁的名。我叫张鹤伦，谢谢大家。真逗，一会儿准错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孟鹤堂。我叫栾云平，谢谢大家。我叫郭德纲。就是那么丢人吗？自己的名字那么丢人吗？哈，你都不敢说自己名字。哎，你是哪来的？这个啊，我知道你叫岳云鹏。谢谢啊，他刚才报的幕。对。那个简单介绍，你干嘛来的呀？大家好，我是王九龙。咱们一共上来这么些人，就一个敢做敢当的。对，都知道了啊。我简单说一下：王九龙、周九良、刘鹤春、高九成、张鹤晴，还有张鹤伦啊，好棒啊！我们几个人给大伙儿唱一段《发四喜儿》。天来喜重重，福暖山清江雨平，福如东海长流水，恨福来迟身穿大红啊，哎，热闹起来。福星小
斗起斗强，寿星顶寿万寿无疆，寿桃寿酒摆在中央，寿比南山高万丈啊，横渡野兽高永安内康啊，斗起斗强，喜欢手拿着摇钱树，喜神怀抱着聚宝盆，聚宝盆倒有那金马驹子在，金马驹子以上还站个金人，金人手拿八字的年代，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劲儿，斗起斗起斗强，五福啊，三朵秋如，七子八婿满庄户，生死文王墨子图，寿星老跨好在云端屋，龙头拐香趁着紫金葫芦，葫芦一里飘仙气儿的年代，飞出来十万八千个雁蝙蝠啊，混沌初分实在难消啊，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有争名把力劳，难免死生路一条，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，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，走过了三看惯了灯红酒绿，世态炎凉啊，争的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，充好汉逞刚强，金银财宝满荒凉，倒不如德云社开心笑一场，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。好，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。谢谢，感谢刚才几位精彩的演出，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刚才的几位好吗？其实不送也罢啊，无所谓，唱的什么乱七八糟。这个接下来郎浩辰为大家带来京韵大鼓连环记，还有伴奏，别着急，跟你们说了，这个鼓掌是有顺序的啊，把伴奏念完大家再鼓掌。好，先生啊，孔祥心，鲍丽，严平，有请郎浩辰。
都不敢言，就席散众群臣，因为未回到府去，我单表那司徒老王允回到家园，进门来瞧了瞧，兴州交会金风冷，一轮明月照朝前，葫芦三弟摇夜半，天空云惊雨露寒，仰面望天长叹了一口气，珠泪滚滚洒落在胸前，
因慈伤，祈祷苍天，我是降香来到花园。老爷若有用奴之处，我虽然是个女流之辈，为国尽忠万岁，如此啊，分所理当然。王允闻听如梦醒，暗想到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，搀起了貂蝉。上老王允头前走，我这个貂蝉跟在后边，来到庭前落下座，王允撩袍跪在公馆。貂蝉一见吓了一跳，尊老爷快请起呀，见几个不敢担。王司徒站起身行把话讲，眼望着貂蝉把话言，此一拜非一拜是貂蝉，你拜的是大汉锦绣江山，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，朝出董卓吕奉先，他父子在朝是上欺天子，下压何朝的文武，我管我把你名徐吕布成婚配，暗与董卓结奉乱，舍剑存枪全在你，管教他父子结仇怨，他父子中了咱的连环计。吕布刺董卓说这有何难，貂蝉闻听讲头点，老王允喜非凡，手拉着貂蝉就出了花园。王允巧定连环计，到后来谢官小宴吕布戏谢谢，唱的真不错啊！叫郎浩辰，白派，对，连环计啊！掌声再送给这个小伙子。谢谢。谢谢，我第一次听他唱京韵大鼓，台风稳健，口吐字清楚啊！都真是真是真是，这个再给大家唱一段吧，好吧？唱，谢谢各位。这叫翻场，今天对对对，所有今天很多演员他都翻场啊。唱不好，确实谢谢各位掌声鼓励。接下来呢，再给您演唱《白派京韵大鼓》一段经典的曲目《黛玉焚稿》片段。
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听完了京韵大鼓，给您各位换换口味啊。西河大鼓，有我们的这个季九霄，季九霄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见啊。季九霄，西河大鼓，太公卖面，这是我们的弦师罗学发，罗老师。手拿着那钱一个，右
手他端着半拉破茶盅，我有心不卖这一个钱的面，又一想开上个张儿倒是真情，一文钱要的白面一两五，不睁眼的贫妇人换不着秤来定，正然是两个人来争秤，耳听得这身背后马跑乱铃，绊倒了这袁龙生，袁龙翻个不大要紧呐、白面放着在这地流平，我有心上前让他赔白面，他本是武成王，我惹他不轻，无奈何低身搓白面，不料想西北前天就起了大风，不紧不慢刮三阵，白面挂着在这半悬空，仰面朝天高声骂，正赶上乌鸦在这儿出宫，拉了太公一嘴屎啊，招惹的姜太公他犯了膈应，拿起了砖头要把乌鸦砍，砖头底下有个虎背冲，蝎子折了那太公的手，折得太公直嚷疼，疼不疼的我是砍了上去，没砍着乌鸦，砍着了马蜂，小马蜂一见红了眼，对准了姜太公他下了绝情，身的屎招惹来一群绿豆蝇，踉踉跄跄的回家转，用手拍门，门没动着，门上钉个枣胡铃，耳听得这啪嚓嚓鲜血流，呼谢谢祭九霄啊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唱得非常不错。接下来有请这个节目单上没有的一个人，哈哈，临时，不用惊讶啊，刘鹤春。
为大家带来一段西河大鼓，有请。谢谢大家啊，今天呢给您唱一段西河大鼓。刚才是我的师弟纪九霄，是霄字科的。霄字科干什么？九字科的，九字科霄字科占两门。有的朋友说网上评论九霄，九字科霄字科占两门，就是他九霄啊。原先呢他是唱梆子的，河北梆的演员啊。今天唱了一段西河，我呢也给您唱一段，也是首次跟著名的表演艺术家、天津本土的弦师詹姆斯·罗学发先生这是他老人家的英文名字啊，中文名字叫罗学发合作唱一段《隋炀帝下扬州》。
庄稼人的手，庄稼人们就报冤仇。牛拉车，牛经地，老牛不走，鞭子把他抽。为什么年年要把春打？他的是阳光，他是在给锄头。谢谢何春啊，西河大鼓，谢谢贤师，谢谢罗老师。哎，您是转一圈是为什么？累了啊，站起来转一圈啊。接下来是京东大鼓，这是我大爷叫杨进明，给大家带来一段别啊，伴奏还是罗老师石俊平老师，掌声有请。听演员显其能，来到德云社，我叫杨进明，可以鼓掌了。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，谢谢。感谢大家光临我们这个德云社古曲社的开业，来这么多好朋友啊，我谢谢你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领导交个任务，反串也得来一段。过去唱很多年不唱了，今天跟二位的先生合作唱一段京东大鼓别，谢谢。
品可别抱去，花钱过日子别浪费啊，最好别着那半个月的急。这看下棋你可别吱嘴儿，好跳舞你可别入迷，你媳妇和别人跳舞你别吃醋啊，别动不动的就把婚离呀、啊。生孩子最好你要俩呀，多生多育别缺席呀、啊，别叫奶奶公安看白眼儿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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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看那红眼儿啊，儿媳妇不一样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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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您看手机千万您可别过量，马路走道别看手机，开车千万别打电话，得别忘了安全属第一。唱到这里他唯一一段呐、啊，杨金明下台罢工去。这个节目的长度是按岁数来的，是不是？太短了，太短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唱了，那个再唱一段啊，谢谢，感谢您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啊，再唱一段小段。接下来
小曲连唱，我师父带领师兄弟们。来吧，人家都唱，我们要不唱说不过去啊。对，这个这几人都认识吧，别都就着一边啊。九良上这边来，要不打不着你。你这按顺序来啊，我管你们按什么顺序啊。九成过来，看看看，就想好事啊。哎，这样好一点吗？来，桌子里边。这个这一个礼拜啊，连着七天，德云社天天有演出。这回呢是以唱为主，德云古曲社，昨天前天两天都是很正经的演员们在演唱，就是看我们这不老正经的了啊，这都不能拦着他们，拦不住，拦不住，你看这叫坏啊，这都认识是吧？听着声音够呛啊，咱们得介绍介绍，不老认识的，这叫高九成啊。九成来了多少年了？来德云社？都来十年了，我们上石家庄演出去，我认识了他舅舅，他舅舅那会儿就是特别热情，哎，让孩子上我们这儿来学习来，这么着九成就来了。那会儿我印象很深啊，他舅舅特别开心，啊，特意的跟我跟于谦老师说，无以为报啊，就您这个收学生也不要钱，完事这样，我们给您包一个洗浴啊，晚上跟我们洗大澡去。把我吓坏了，我说那不能去啊！他舅舅说你放心，这所有人都清干净了啊。于老师说那连搓背的都没有，我们更不去了啊。印象很深，一晃十年了吧？你舅舅还在洗浴中心呢？不包了。那行嘞啊，这个你们大伙儿也熟悉，周九良。九良来多少年了？来十二年了。都来十二年了啊，也会弹弦儿，弹弦儿是胡子义老师的学生啊。哎，好弦儿啊。这就得埋怨胡老师。一般来说，观众一说，哎，我说弦儿，这弦儿就得咕噔就跪那儿就磕几个，然后我们往起搀还搀不起来，咣咣的磕一脑袋血，再坐那儿弹就对了啊。这个跟孟鹤堂一起说相声，最近还挺红火的，是吧？好嘞，继续努力啊。嗯，这个呢，你这哪儿的个背面啊？这是啊，这我徒弟，哎，对。啊，又喊小白的啊，也不知谁给起的名叫小白啊，老家的啊，行了，他叫张鹤伦啊，来自伊春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，他在那儿一直烤串为生，后来就抛下这个串业啊，上德云社学相声来，现在挺红，可好，好多观众都认识他啊，还编了好多小曲小调了，嗯，有那么两个。啊，行，待会儿有机会给大伙儿唱。你们丧不打眼的呢，别害臊。嗯，这个也是我徒弟刘鹤春啊。鹤春是我们这儿最成熟、最稳重的一个老演员了啊，站在台上这状态看着跟我大爷似的，嗯，很好，来了比他们都长吧？嗯，没有，我俩一天来的，但是我是被淘汰的。啊，那你厉害，你来两回等于是，嗯，就是没送礼吗？对。那边那个，我也没拿他东西，我。那边那大高个儿有人认识吧？这是我外甥，也是我徒弟，他叫王九龙。好，好，我外甥的特点就是这嘴大白牙，啊，挺好。他这嘴牙，这个钱花的可值了。我老说内向的人不适合弄牙啊，也没人看见，老抿着嘴儿啊。行了。都介绍完了，大伙儿都知道了啊。人刚才都唱了，咱们爷儿几个也得唱吧。好啊，咱们热闹热闹啊。哎，咱们这样啊，这个我这个岁数是越来越大了，啊，我这都不挨着。别说岁数越来越大了，说郭麒麟优秀啊，我说不要三胎了。告诉我，郭麒麟优秀，真是的啊。嗯嗯，跟你们一块儿唱了，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岁数大，有时候词儿老记不清楚。这样的话跟孩子们一块儿，我要忘了的话，我一努嘴你们好提醒。你说你们瞧我们努嘴吧，哎，对，就怕咱五个人一块儿努嘴就坏了啊。嗯，那咱先挑一个简单的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这就忘了，你看了吗？这就忘，你们先把我口罩给我吧，要不啊？有一个小曲儿叫《十二月探妹》，十二月探小妹儿啊，好多人说我听过，我在人家二人转小帽里听过。
哎，这个您说的对，确实二人转里边把这段发扬光大。但是这个小曲呢，是从明朝开始流传在北京地区的，所以呢，它职工之令来说，这是北京小曲，包括您老听的什么反正对花啦，什么探清水河啦，这都属于天津北京的时调。这后来咱们这儿不当好的了，最后人家流传到关外，感谢人家二人转演员把它继承了下来。但是往根上倒，这都是北京地区的东西啊。咱们这样，咱们先唱个十二月探小妹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嘞。头一番什么来着？正月里。哦，好，别说后边，这说多了记不住，知道吗？请我们的乐队老师们款动丝弦，学徒们志志诚诚，给您唱这段小曲儿《十二月探妹》。是假的呀，妹呀，试试你的心，哎呀儿哟啊！二月里探妹啊，龙啊抬头啊，我领我的小妹妹去逛花楼啊，花楼姐姐到啊，妹儿啊，你搀着我的腰，哎呀儿哟啊！多重要啊！你就不能买个提词器搁在这儿吗？嗨，我想写看着词儿都唱不出来呀！不是这屏幕老黑，你这气死我了！这个关键是张口伦拿着词儿唱错了，这说不过去。允许你贴词儿，但你不能看错了这个啊！下回写到扇子上。今天表扬一下王九龙，哎，王九龙贴板刚才竟然打对了，不容易啊！
下午我们排练，王九龙打每下都打到腮帮子上啊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后边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太好了啊！这个贺春值得表扬啊，太好了，都唱起来了啊。九成也都唱起来了。哎呀，他随便问我哥什么词儿，什么词儿，快快来，就告我，我说我给我手机。这个又请口员，因为是刚让他们背时间不长，是不是？咱们来熟的，你们就辞职了，应该。哎，这回你看我们怎么错的？那错不了啊。太平歌词行不行？行，好，哎，我们来太平歌词啊，咱们拿这个带着弦带着乐队一块儿，那就热闹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还搜吗？那不能搜。哦哦，那行啊，这儿写着。来吧，那咱们给大伙儿唱段太平歌词，因为太长的也不合适，咱们来一个小段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大伙儿给您唱一个老的太平歌词，也叫五猪救母，大名叫五龙捧圣啊，来。演的什么经？大僧骂道斋里什么祖？那恨风咒语冲的什么僧？齐州府代管齐州县，齐州县代管何家营。何家营有位何屠户，那每日里宰杀江洋，要买他一斤多给四两，买他二斤是多给一斤还有余粮，可以卖肉赔了本儿，回家去老母猪上了榜上，大猪要就这生身母嘴去掉捆住绳，二猪要救这生身母，他把那刀子刃咬崩，三猪要救这生身母，用嘴又快那砖头锅里扔，四猪要救生身母，鸡血盆菜山山不断，走一岭过一岭，岭岭层层，一片祥云从空降，那何爷身背着老母起子半空，您要问小五猪是哪五个，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，您要问何爷是哪一位，古稀天是八罗汉第二的名，我一言唱不尽这五龙捧圣，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
是福寿康宁。马河伦，你抢了我两句。我怕他们着急啊，他们不知道。我正做戏呢，他抢我两句啊。我以为您忘词了呢。凭什么呀我？我在忘词还有王法没有了啊？表扬一下打板的这同学啊。哎，对他板打的有问题，我要不能抢您的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口齿也清楚，板眼也准，嗯。没说话。太棒了啊！咱们再来一个吧。好。咱们来一个大伙耳熟能详的《探清水河》，好不好？《探清水河》是一个很优秀的小曲儿，当然啦，也曾经有不明真相、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，老觉得这个歌词啊又不雅致了，内容不好，并且说这个歌叫摇调。那我要一定要再跟大伙解释一下，《探清水河》是规规矩矩的北京小曲儿。啊，您得这么想，他从开始头一句，桃叶尖上尖啊，什么在其位的民工细听我言，你听说他这个词儿就是卖唱唱的东西。再一个，像这个东西，您说是在风花雪月的场所演唱过，但是跟您这么说呀，这个东西咱们得解释一下啊，在过去那个年间，万恶的旧社会，确实有那些个那种场合，如果在那儿有客人呢，大伙一块唱，他什么都唱。他不光唱这个，人四郎探母他也唱，空城计他也唱，贵妃醉酒他也唱，只不过在那儿连客人在工作人员大伙儿都唱，唱来唱去呢，这个是因为通俗易懂，你不能因为在那个场所唱这个你就说这段有问题，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啊。咱们这样，今天咱们一块儿合作唱一回好不好？高兴吗？我太爱跟你们一块儿唱了，知道吗？总有惊喜，那错不了啊！待会儿下了后台，我找一大棍子打你们几个人啊！来吧，咱们一块儿唱一个这个北京小曲儿《探清水河》啊！嗯。有一个宋老三，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，小妞儿年长那一十六啊，娶了个罗明儿，荷花子叫大。Thank you.
溪水，我们说说心里话呀，一把手我就抱住了冤家我的心肝。四更鼓儿敲，明月照树梢，连理智鸳鸯鸟，鸳鸯枕上乐滔滔啊，一伸手拉住了哥哥的手啊，又恐怕二爹娘不能够把奴饶、啊啊啊、爹娘他知道喜庆，五连池的这个丫头啊败坏了我的门庭啊，一定要把你打呀，提鞭子沾凉水，定打不容情。心的女子那多情的汉哪，不见那好夫妻，只见清水河、啊啊、不见那好夫妻，只见清水河、啊啊、好，谢谢各位，我上后台修理他们几个人，来来跟我来跟我来。让我师傅临时改词儿了，他词儿编的真好。哎呀，唱的真好。哎呀，累死了，唱的真好。他唱的快，但是唱的确实。谢谢，要么说师傅就是师傅啊！刚才看这个小曲连唱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师傅太厉害了，就是听我师傅唱就完全就是放松，就是觉得享受。你看那几个货一个个的，尤其周友良跟地主家的傻儿子似的，太可乐了，真是的。当然了，这不能叫什么翻车哈，反正还行，这叫就算是井盖吧，好吧，过井盖当一下，不能算翻车啊，太可乐了，反正，啊，接下来哎，这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节目啊，仔仔陶云胜啊，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啊，唱得非常好，陶云胜，我们都管他叫小仔儿啊，仔仔，京韵大鼓，伯牙摔琴。伴奏是孔老师、孔祥新、鲍丽、严平，有请仔仔。条道路可通鸡贤村，正在思想，忽见面前来了一位老者，伯牙上前叩尊老丈，但不知哪里就是鸡贤村呐、啊？老者闻听言说：“尊官，此处鸡贤二村分为上下，但不知尊官。”问的是哪一村呐、啊？哎呀，是我一时的粗心，并未细问，借问一人老丈可曾知晓？但不知此人叫何名字？
此人名唤钟子期，老丈何曾知晓？老者闻听，两眼垂泪，口称尊官，莫非就是于大人？伯牙闻听，正是在下，老丈何以知晓？老者说，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，年前言过，鲁豫大人结拜赠银回家，言定今春在此相会，不想他前秋故去了。临危时有言，就将他埋在此处。大人到此也好在此一会。伯牙闻听，叩尊伯父，只难有所不知，望其恕罪。但不知我贤弟目在何处？老者闻听，头前引路，伯牙朱仆后面跟随，不多时来在了坟前。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了坟头，对土焚香朝墓一拜。有童儿对坟头忙把摇琴问，玉伯牙跪在了坟前呢，不住的抚摇琴，叹贤弟才高命短，未得上进，你好比那烟灰命早归隐，去岁在此，咱们弟兄把琴论，到了今春，咱们为何独别兄弟人细思想，再赴此亲，无告论贤弟不在少指引，愚兄我今日在这坟前调琴韵，从此以后我这再不能赴邀请，赴罢了站起身，将心一狠，举起了邀请，帅字的哀臣，伯牙摔琴不要紧，只喝得中爷在一旁不住的尊大人，说小儿命短，前世早定，大人何必过伤心，是这等一气我感情不尽，我儿的阴灵也敢当门，伯牙劝，虽然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孝双亲，换从人将带来的礼物忙抬进，回头再送凤阳的音，说罢告辞，他果然不失信，回传送了来的500文银，玉伯牙交友要算头一分，结拜之中称的喜是第一，这个您知道上场门站了多少人吗？这是一份荣誉啊，弟弟。对对，对不对？非常感谢。你看师傅师娘，呵，好家伙，后台好多人都在听这一段，说明唱得好啊，兄弟。鼓励我。鼓励你啊。鼓励我。那么我们再唱一段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七方我都羡慕你们各位，真的，一个个唱的都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。接下来会更好听啊，因为这接下来是单弦，哈哈叫单弦，谢派单弦啊，谢派大家都知道吧？啊，谢瑞芝谢老先生，还有后来的谢天顺说了相声。今天为我们大家演唱的是谢金，啊，正经我师傅讲话带血统的。谢派的这个单弦大家有耳福了，很少唱，掌声有请谢金。嗨，包袱就是脆。我铺两杠啊，我铺两杠。谢谢您吧，这个刚才是这个陶云盛啊，陶老板。给大家唱的非常的精彩，说实在的，确实我害怕接人唱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怕踩着他。这个所以说呀，啊，非常的优秀啊，个子不高，但是人家了不起，打小人家就学习这个京剧啊，京剧的一个小神偷，小神童啊，非常的好啊。这场呢，换上我呢，啊，给您唱一段，啊，这个大伙可能啊对我也不了解啊，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吧。啊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啊，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，德云社的一个小泰斗，那个小学生啊，小学生，我叫谢金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场换我啊，其实啊，我这个已经前面出来两回了，我这大褂出来两回了，啊，对，大伙儿有没有认出来的？啊，大男的，你看看王九龙没带大褂，然后就把我这个给借来了啊，他找陶阳借，陶阳不借。这个所以说呀，哎，他找郭德纲也没借啊，这我就借人家吧啊，这是我这个大褂第三次上台了啊，这个这回给您唱什么呀？这是相声演员的一个反串啊，所以说这个水平也有限，您多多的包涵，给您唱一段这个单弦儿。为什么这个让我唱单弦儿呢？不是说我唱的多好啊，是我受到我太爷的连累，那个。我太爷真的，我太爷大伙可能不了解啊。过去啊，这个单弦啊分三派，荣长谢，荣是荣建臣，长是长树田，谢是谢瑞芝。谢瑞芝先生就是我的太爷爷啊，我太爷爷比我大一百年。他是1882，我是1982啊。这个今天呢，其实实话实说，我唱单弦的时间也比较长了。啊，这个到今天已经唱了13年了，啊，上一次唱还是13年前，这个啊，13年就唱过一回啊，这个
实在不行您要等不及您就过来给我捧哏，没关系啊，啊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说惯了单口啊。谢谢您吧，这个给您呢就是让我这闲诗啊款动丝弦，给您啊唱一段这个单弦高老庄。稍微等一会儿。好。鞋把包裹来背，美猴王上前来拦住，见此人暴躁如雷，猴王把此人拦住，打听这庄叫什么名字，庄主是谁，好去化斋。拦住这位呢，这一问呢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脚步急匆匆的，这个脾气呢还挺暴躁，家里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啊，有什么大事啊，是徒弟又退出了，还是徒弟又打人了，什么事儿啊，一问呢，家里闹妖精了。下面啊给您改一个小牌子，这个牌子的名儿啊叫太平年。把胸吹，说我家员外姓高，他那慷慨梁有辉，我们这儿叫高老庄，或还有连庄会呀，太平
年，我叫高傲才呀，是我们太公的长孙。员外老恩人举案齐眉，膝下他无有儿，是心愿太不遂。老太太就生了他们姑娘三位呀，太平年两个出了阁，那一个还未于归。三姑娘长得好，手巧又把花对，老夫妻爱如明珠啊，拨一拨随。我们三姑娘是指望不出阁，在家里把那女婿来招赘呀，太平年。为的是后来有人在坟前画点纸灰，那天来了一个人，身体胖又黑，说在佛灵山住家，真压在个猛张飞。家里头没有人，就剩下他这光棍独一位呀，太平年。情愿意在我们这块儿找一个女婿呀，不把家毁。员外办事操，并为相推，一说就求好了大媒，定了一个好日子，把这姑老爷来招赘呀，太平年。跟您说吧，家门不啊兴啊，活活的要倒霉。次日清晨起，我们姑老爷十字八红批，众亲友一瞧啊，全说德幸亏，长得三分像妖精，他七分倒像鬼呀，太平年。全都说这样的脸子是叫他去见谁。员外后了悔，天天紧皱眉，要请那张天师去借掌心雷，请了几位法官全都窝囊掉块肺呀，太平年。全不会捉妖乱捧胡吹，美猴王啊，问这位了，不是你这是上哪儿去干什么去啊？这位说呢，我们老爷啊要让我呀去请这个捉妖的。美猴王一听，找什么捉妖的呀？啊，这还看不出来谁像妖精，不是，这还看不出来，这个我专门就是捉妖的呀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禀告你们老爷，找到我就算对了。下面呢给您改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的名儿呢叫罗江院。美猴王叫了一声高我才，对员外去把那话来回，说俺老孙会降妖捉怪呀，我也会护院拿贼，我管保守到病除，我把药还把药药邪退。这高才心中的欢喜呀，往回走两腿都赛过飞，见了那高老远的外呀，
他喜病了一回，那高员外心中欢喜，快请老，快请老老二位。说回头二位捉妖，您的多害您多多受累。哎，美猴王跟这员外啊问问这个妖精的行为动作，下面给您改一个小牌子，这个牌子的名儿呢叫金钱莲花浪。高员外未曾说话先落泪，家门不幸是运悲，小老儿膝下无儿太惭愧，三个女儿守相归，两个姑娘已婚配，只剩下小女儿未育归。三年前有一个男子来找罪，福陵山住家他本姓黑，因此把他来找罪，小老儿实在未相推，进了门来早晚殷勤不怕累，到后来德行越长越显亏，天庭不满朝离别，底阁就显脖子肥，变成了呆子吃喝睡，除去这吃喝早分就撒碎，说是出来又长两条腿呀，一溜莲花。爱难我的小女儿，夜夜把她陪呀嘛一抹黑，黑老莲花。走时飞沙他也会，云来雾去风雨雷，吓得我们昏家大小不敢睡，街坊邻舍都怕天黑。今天遇见你们师徒老二位呀，一溜莲花，望求师父大大的发慈悲呀嘛一抹黑，黑老莲花。美猴王同定了员外，来在了后院内，赶上前去把门一推，抖起铁棒锁打碎，敲了一敲，看了看那屋中暗又黑，高员外叫声女儿在屋内，这小姐叫声爹爹你快把我背，猴王说把小姐搀在了那前院内，猴王十下抖身威火，腰身一变，这假小姐她扭扭捏捏入了罗帷，按下了猴王在床上假装睡呀，一溜莲花。您听我把云栈洞的黑妖怪我这慢慢的表一回，那么一抹黑。美猴王啊变成了一个假小姐，这小姐呢姓高啊，满头乌黑的长发，不是说姓高头发都少，这个高小姐长得漂亮，有这么一句成语来形容吧，又狗狗又丢丢，好看到什么程度吧，比我们后台岳云鹏还好看，那就没人要了啊。哎呦，长得特别的漂亮啊。下面呢给您改一个牌子，唱几句花脸。花脸的头一个牌子呢是点绛唇四句，有四句的画白，画白完了呢是花脸的一段，什么呢，西皮小导板，小导板完了呢有几句快板西皮，是会高小姐。杀大错黑，少心无药无费，爱撒碎拉屎成啊堆，要我把家起回。哎哎
自有身来面貌黑，云战东内刀雄威，拦路上人开口为这钢儿怕，一下放过谁？俺姓朱，名德刚，名刚烈，我乃天蓬大帅将士林凡，因在瑶池偷看嫦娥，与狄文之降罪于我，将我打下了凡尘，也是俺蹉跎了朱太白，才落得这等模样。多蒙南海大师教化弟子，东开五魂三宴这八宅吃素啊，命我在此等候取经之人，至今三载不见到来。哎，那一日游春晚景，遇见了高家的小姐，我在高老庄上又招了一门亲事，那高小姐与我倒有恩爱之情，可恨那高老儿改变新的场，有一把呀气，今日闲暇无事，不免到高老庄上走啊走。小姐啊，和风啊，帅呀，上楼去呀、啊，找见了小姐入罗帷呀、啊，瞧见了小啊姐大胖睡，这呆子浑身哆嗦，汗了直流，不住的往下坠，用手去掀小姐红啊领子背，小啊姐。你抬起头来呀，你看看某啊是谁？谢谢，刚才师爷谢金谢老师啊，给大家唱了一段单弦儿，很好听啊。我师父一直在后台听，说呵，一张嘴就是这个谢派，真好。今天呢是大反串，我呢说相声的，这个什么京韵大鼓啊、西河大鼓啊，我最早呢也学过啊，刚来的时候。学相声学不会，怎么都学不会。我师父说这怎么办？学京韵吧。哎，去学京韵了，学着学着，哎，学不会，真学不会呀！天天挨骂，那会儿真笨。后来我师父说学太平歌词吧，本来想把我轰走，但是我觉得我跟我师父说回家种地也不合适，我师父心软，说就把我留下来了，就学太平歌词。学着学着呢，真学不会，咱有什么说什么，真的不骗各位，真学不会。前面有小辫儿，小辫儿张嘴呵，高门大嗓唱的又好听又有味儿，自己很自卑，老躲在一个角落里，就不想活那会儿。学不会，我师父说实没辙，你回老家学豫剧吧。河南人啊，对不对？学豫剧去吧。我说师傅啊，
真学不会，真学不会。我说你就是个废物吗？这不就是个废物吗？吃饭的时候好家伙来精神了，宝贝，眼睛都瞪大了，吃饭特别香，食没辙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一天啊，我师父唱了一段这个竹板书，在后台不是在台上，那天是什么演出来着？我忘了。我师父唱了一段这个竹板书，我一听，这个好啊，这好听啊！哎，你还别说，各位，学不会啊，要了我的亲命了！但是好听啊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我拿一个手机录的音啊，那会儿是一个摩托罗拉，是一个 V3 还是就是那样的，然后底下有个棱角，就翻盖的，一个录音机，我搁台上，我给录下来了。怎么那么巧？正好把整段就给录下来，我天天回家听，外放啊，那个手机它没有什么耳机啊，它只有外放，喇叭也特别的惨，就那么听，天天哼啊，真的。三哥住我隔壁，我们住庞各庄啊，庞各庄小院，给我师傅喂狗。那会儿我天天唱，三哥住那屋，唱什么呢？唱的什么呀？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曲种，但是特别好听。三哥说你不是学不会吗？但是我想学。那会儿烧饼啊住在庞各庄，你知道吗？烧饼呢跟我一样，啥也学不会。我们俩天天玩饼啊，要不咱俩自杀吧。比如说我早有这想法想死去，怎么什么都学不会呢？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睡，那会儿真的啥也学不会，天天就在崩溃的边缘，知道吗？幸好啊，饼会打板儿，知道吗？他学过这个打板儿，踏踏踢踏踢踢踏打板儿。我说我相中了这个竹板书，我说咱俩试试。好，哥，咱俩试试。我们俩就在庞各庄大院里天天练啊。有一次后来就赶上叫什么宛平啊，是吧？宛平，你看我师傅就在那儿演出，烧饼在台上打板，我唱。要说这个机缘巧合呢，就给了我那一次上台的机会。那在那之前我没有说过相声，你知道吧？也没有太平歌词，当然其他的也学不会嘛。就在台上唱了一回，怎么那么巧？我记得我师娘就在那个角落。我师娘一听下来就跟我说：“孩子，唱的还……”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，但是大家鼓掌了。说什么？放弃吧，是吧？我师娘眼泪都下来了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师娘说：“板打得真好。”但是我没有放弃啊，我没有放弃。但是我师父跟我说：“哎，有那么点意思，唱的还真不错。”我师父从来没有夸过呀。要不说去年做那个德云逗笑社看了吗？在那个节目里，我师父夸了我一句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你知道我师父夸我们，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。我师父说唱的还真不错，打那儿起我就开始学这个竹板书。各位，18年，我来这儿几年，14年到现在17年了。哎，我干嘛来了？我站这儿干嘛来了？我学不会，17年了，各位，就学了这么一段儿竹板书啊。原来我还学过一段叫《水漫金山寺》。你知道吗？大家听过有听过的没有？好，算了啊啊，也真有啊，真有《水漫金山寺》，也是我师父在家帮我录的，啊，但当然那个我唱过一次，我师父也没有在台上唱过，但是那个太长了，真学不会啊，各位，太长了，我就在台上唱过一次，但是这个，要不您各位先下去休息一会儿啊，但是真西厢呢，我算是啊。唱过也还不错，几位都累了啊，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吧。这老师您叫什么来着？
平老师，严平老师。这位呢叫胡子毅，胡子毅，他闺女叫胡雪飞，长得很漂亮。那个那会儿我们住在一起啊，但不是庞各庄啊，他是后来我们那个小院也养狗，你知道吧？他是在那个也在那儿住，天天吃喝啥的。嗯，他跟我师娘弹弦儿那会儿。这位老师，您贵姓？张玉恒，张老师。张玉恒老师，胡子毅老师。啊，严平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这学不会，我的妈呀！学不会，我们三个人啊，还有一位，郎浩辰，刚才唱的那个《连环计》那位，我们四个人下午在一起对词儿。啊，我错了。小辫你赶紧啊，你准备一下。我们五个人下午是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次排练啊。今天呢正式在台上给大家唱这段，不知道好与不好啊，反正最少两三年没唱了啊，因为这几年疫情也没怎么演出啊。原来翻场的时候唱，翻场的时候唱，已经好久没唱了。有忘词呢我就直接死去啊。开始吧。打错了，怨你吧，三位老师，您先别弹了啊，我先进去之后，您再阴着跟，好吧？来，真会，我会。师傅，您别在这儿。盈盈满座，少儿托腮。留下。
了诗句，字字行行是看个明白，守一句但愿，细想想二一句迎风不翻那开，三一句愿意那就花影动，四一句一世一人那来，我的小姐呀真是真那来，这个家是家黑是黑来着白是着白，贞洁女总是那叫贞洁女，下贱才总是这个下贱的才，真金不怕烈火来炼，叫正哪怕那绣鞋歪，夜明珠未出土真假难辨，单巴掌拍不响你愿着谁呀来，聪明的红娘嘴尖舌快，几句话把西厢他给来拆开。今天很多人都翻唱啊，我别的不会，再会只有五环之歌了啊。这是古曲，这是古曲，我师父说了谁唱别的立马扣钱。哎，这场的钱已经发了是吧？啊，行了行了啊，有请张云雷。哎，张云雷今天给大家演唱的是铁片大鼓高粱赶水，伴奏是由胡子义老师、张玉恒老师、石俊平老师、严平老师还有罗学发老师，掌声有请。片大鼓啊，这个高粱赶水，这一段高粱赶水是我2002年，然后师傅教我唱的，然后这么多年也是一直没有机会唱，正好这个等于古曲社开业，然后说唱这段吧，然后呢跟这个乐队呢也是第一次合作啊，有的唱的到不到的地方，您各位多担待。我唱了吗？啊。
火烧放灶，陈友谅啊，刘伯温神机妙算呀，赛过要大公失礼，口尊千岁，臣自有妙法见其功，选出来十大好富，把金银来帮曾，审万三指地有银，他数也就数清，就按照伯温的图纸制宫修造，修造了三头八臂，那叫一个哪吒城，内有九门，分出了文武。修造清，若问这外戚们何日里修造，阎王爷吊孝二道金陵。收燕王朱棣定都北京城，这一修造北京城不要紧啊，那个时候怒恼了北京城的龙宫与龙母。据说北京城啊有两条龙，龙宫与龙母老两口子负责北京城所有的水源。结果呢，这个
姚广孝啊修北京城的时候是按照哪吒形状修造的。各位您琢磨啊，这个龙宫与龙母跟哪吒有仇，一想那不成，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走。于是龙宫与龙母把北京城所有的水全都带走了。龙宫与龙母变成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，推着一辆这个大水车呀，两边是水篓，这里边装的是北京城所有的水全都带走了。这个姚广孝是半仙之体，护国的军师啊，掐指一算，这坏了，北京城没水怎么行呢？据说这个燕王朱棣啊爱洗澡啊，一天洗12回，这没水皇上不得臭了呀，怎么办呢？金銮殿上文武权臣全都聚齐了啊，在一起商量商量，说谁能把这个水呀给我追回来。但是满朝文武都没有办法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小将军叫高亮，跟皇上就说了啊，说我能去，我能去把这个水追回来啊。这个姚广孝非常高兴，说你能把水追回来，但是你可记住了，你追到水之后瞧见的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，推着一辆大水车，两边是水篓，你就用你手中的这杆银枪把水篓刺破，水流出来之后转身你就跑，无论身背后发出什么声音都不要回头看。小将军领圣旨下金殿前去赶水。水篓用力刺去，耳听得哗嘚啷当水的一
这个麾下，怒恼了白发苍苍老妇与老翁，哗啦啦打开了两个大水篓，放出来龙子龙孙与龙平，大喊一声朝下追赶，别放走赶水的波涛小英雄，怎不言龙宫龙母追赶高粱，再表高粱小英雄，西至这个门外抬头观看，瞧见了我主那旁是姚圣僧，翻身我是下马刚要说话，耳听得身背后面水的一声，招得黄将军回头观看，疼杀了我哟，可惜了赶水的波涛小英雄，你为孤赶水丧了你的命，你听孤王把你封，我封你高粱桥来高粱庙，高粱庙里塑你的神灵，若问这高粱桥何日修建，燕王爷吊孝二道金陵，怎不言燕王爷他封高粱，再表军师姚圣僧，急忙掐诀口念折招，居住了北海的两条龙，一条压在了潭柘寺，一条压在了北京城，好可叹龙宫龙母得相见，留下了英雄故事万古扬名。喝口水行吗？来，咱再配合。哎呀，啊，刚才唱了一段铁片大鼓，叫做《高粱赶水》。这个翻场给您唱一段京韵大鼓。啊，刚才前面这个陶云盛跟这个谁呀，郎浩辰啊，大郎，一个唱的白派，一个唱的落派。我给您唱一段流派京韵大鼓《闹江州》的片段。张骞二差接他
借助那位好汉叫黑松三，白天不过大矮桌行聚早，到了夜晚划船行令在一处立案，我有心叫他们一里二里的往前走啊，躲在玩我唱到了热闹中间，也无非走了今日再盼明日吧，走了一天我又是一天，这一日正早抬头不带你们这样，我说好了翻一，我说好去，我就准备了一个，我随便唱一个，随便唱一个，这么着啊，这个前些日子呢，我跟我姐学了一段，唱一段我姐唱的那个白派京韵大鼓啊，叫做《浅晴雯》的片段，啊，这个唱的不好，各位多担待啊，我真是没准备这个啊。谢谢，刚才张云雷给大家唱了一段啊，唱了三段，非常的好听，接下来是我今天晚上最期待的一个节目啊，拆唱单弦儿，郭德纲、于谦、高峰，按说应该背下来啊，郭老师、于老师、高老师，
拆唱单弦细书别凶，有请。啊，受累了啊，娱乐。你们等会儿，我先问问他们俩人啊。啊，您什么事儿啊？嗯，我打小干这行，我就没见过拿着词儿上场的。您解释一下吧。不是，这个是一会儿讲话的那个内容，跟这词儿没关系。嗨，我还以为拿着词儿上。于老师那个呢？我们最近唱歌唱惯了，都有提词器，干这玩意儿没有，不习惯。嗯，行，好在也没人跟咱们较真儿，反串嘛，对不对啊？你他们有人唱着忘了忘了。就瞎编两句，反正观众也不知道。对，这个要有准词儿的话，这是尊重观众。那是，许你们尊重啊，就许我尊重，知道吗？他先藏起来，你看，太开心了。哎，当然了。这个咱们要唱一什么节目啊？唱一不是单弦吗？拆唱八。来，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。咱仨人这词儿不太一样。这个可能您各位年轻的观众不了解啊，嗯、这叫八角鼓。对。这是这个乐器的名字，我们唱的这叫单弦牌子曲，嗯，八角鼓，这是八个角，因为这东西是清朝乾隆年间发明的，哦，乾隆中叶，这八个角代表着八旗，对，嗯，啊，你看这个蒙皮了吗？啊，哎，你看这两边，这叫内蒙和外蒙，你瞧，啊，这穗儿，这底这穗儿，哎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嗯，这叫鼓声双穗，你看还有吉祥话，它是为了表示吉祥如意，这里边有一半，嗯。拿手攥着这把叫勇霸干戈，嘿，就是不打仗的意思。哦、哎，拿这个一打啊。好，咱们这样，咱们先来个插曲儿。对，先开开嗓子，给大伙儿顺顺耳音。嗯，这个唱插曲儿最要紧的就是得齐紧。当然了，这一唱起来调也不对，词儿也不对，三人张嘴节骨眼都不一样啊，让观众笑话。对，知道吗？就到天津曲艺的窝子。嗯，对啊，你听叫好你就知道，他们都会起哄、嗯、啊。当然，咱们唱一什么插曲儿呢？唱一个传统的，好，风雨归舟，风雨归舟啊！头句是什么词儿？谢直入深山。最值钱就是咱仨人得一块儿张嘴，还不能把词儿叠在一块儿，有齐总管着。对你听完这录音就觉得是一个人唱的，这就值钱了。那才对呢。咱们开始，谢直入深山啊！没问题，来来，我们的闲师啊，咱们得着重介绍一下啊，介绍六回了，再介绍一回啊。著名闲师罗学发先生，哎，罗老师，好，我们请发仔。发财，缓动丝弦，我们学徒三个人志志诚诚，先给您唱一个小插曲儿，《风雨归舟》。哎，得齐啊！来，一块儿唱啊！谢谢，走了，吓我一跳。说好了一块儿唱吗？你不是指着我才张嘴的吗？对、啊、我不用指你也得张嘴，是吧？接骨眼就唱啊，那就接骨眼都过了啊。对对对啊，行，发仔再来，嗯，谢直入深山，引云峰受降清。
间雨住风儿寒，天晴雨过风。那就是奇迹，错不了，还真不错呀、哎，还要多奇迹是吧？有点意思，太好了，有点意思。这个唱一段插曲儿，让观众们失落一下，失落一下，让他们难受一下。接下来咱们要干点正事儿了。对，哎，咱们唱一段50回的曲目，哎，哎，这叫《戏书别凶》，太好了，片段。来，发仔，开工。谨守正道。五伦之礼要分清，必须要遵照而行。有味儿。自古道上对下，必须以礼。顺长幼有序有余堂，施耐庵钻弄的水浒。等会儿大哥，这怎么我唱钻？不要说江湖黑话啊！什么叫钻弄的水浒啊？这不行啊！行，转奏，转奏，哎，转奏，来，重来啊！哎，重来，郭麒麟，不，这哪有大儿的事啊？人名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施耐庵，施耐庵，施耐庵转做了水浒。人家可称是那妙笔的先生，《水浒传》这一部精华，那阅书的人是无不赞成。描写武二郎是高尚的人物，可称是大名儿鼎鼎。自从在景阳冈打虎之后，在阳谷县赫赫的扬名。这一天，武二郎在街市上闲游，把阳谷县老少都给惊动，一个个搀老携幼都来看打虎的英雄。武二郎行至在街头，忽听身背
最后有人喊叫了一声，就听后边说前边走的可是二个吗？武二郎不由就一愣，转镖区回头他观看，原来是自己的胞兄。武二郎扑身他拜倒，武大郎珠泪儿盈盈。那桌是于老师请的客呢，都不鼓掌，就他们鼓掌啊！他们爱听，哎，他得意了啊！他们可逮着理了啊！就是，这个故事就开篇了。哎啊，就是武松景阳冈打虎之后，嗯，哎，在这十字街头碰见他的哥哥了，他这故事就开始了啊！是，对了，接下来给您换一个曲牌，叫《太平年》。一别数年，你把哥哥我给扔，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，大闹了东岳庙，逃出家中，撇下了哥哥，我是那孤苦又伶仃。正赶上张大户他们家中把人用啊，哥哥我一倒在他家去做高峰啊，不对，什么词儿？去做长工。对呀，这个长工叫高峰，还是我。现如今我娶了谦儿嫂了，谁说的？哎，不像话呀！你看有什么词儿？现如今我娶了你嫂子了，你嫂子是谁？就是谦儿嫂子，人没错，给你娶了嫂子了。哎，进了咱的门庭，你知道哥哥我是那软绕又无能，也搭着你嫂子长得是忒漂亮。招惹了那些地痞流氓说相声的，他们堵着门的净起哄啊！说相声是爱起哄，因此上，哥哥我弃清河，来到了阳谷县，咱们才得太平年。太平，武二郎瞪双睛。说木下哪一个还敢再坑您这么一声，既然弟兄相逢，今天您就不必再去卖炊饼啊。说着二郎一探虎爪，替哥哥挑起了担子，他们转家中啊，念太平啊。叫门里面应声，谁呀？潘金莲开开了门，他是细看分明，活不了。瞧见了武二郎这个潘氏就一动，愣看可不行啊。弟兄二人怎么样？进了门上楼亭，大郎说家里的我给你见见，这是我的兄弟那二武松。武二郎这才知道来得是嫂嫂，急忙上前跪倒就将头碰了。潘氏说哎呦，可折寿死嫂子了，手术太成功了这个。
我的罪可真不轻，念太平啊，潘氏女八花名，叫大郎打酒买菜给二弟接接风。吴大爷到街上把所有的东西买齐，又把隔壁的这个王妈妈去请啊，帮着潘氏把菜饭做熟，就端上了楼厅。弟兄二人同饮溜溜，潘金莲在一旁是那带笑把话明。兄弟，哎，兄弟，哎，是弟，哎，嚯，别瞎喊呢、啊，你们嘴也馋，就是、你知道吗、啊？你看看你哥哥给咱们家收拾的怎么样，有多么干净啊！什么腔儿啊？你要听我的，别在衙门里住了哦，赶紧搬到家里来。是，叫街坊四邻看着哥嫂对你。也有一点那手足的情，吃喝一毕，二郎站身行，不多时来到了那县衙中，见着县太爷把归家的那事情来回禀了。县太爷点头，他也赞同。从此二郎住宿在家中，每天到县内听差，他又去点名，在哥哥家里头一住就是俩月的光景啊。于老师唱的有味儿啊，就那儿，关键人家不看词儿，这太棒了。哎，你看后边再看，啊，头里词是吧？啊，哎，刚才这个小牌子过去了啊，接下来故事要开始激烈的运动起来了，没问题。那么接下来给您换一个曲牌，叫《南城调》。嘿。二郎从衙门里回来，天气可太冷，万里通云后啊，又密又浓，不多时片片的鹅毛弥漫路径，纷纷的鳞甲飞呀，疑是那斗鱼龙。街市上人烟稀少，实在是肃静，武二郎趟风冒雪，他奔走到了家中。武二郎上前来叩门，把潘氏给惊动，潘金莲儿他开开了门呐、啊，走进了这个二武松。武二郎上楼来脱靴胆雪，火炉旁坐定，潘金莲儿把前后的门啊关了一个紧，那蹦蹦。
忙忙上前说：“兄弟呀，这天气可太冷，今儿个你回来的晚呐，一定堂口去说相声。”武二郎回答：“怎么样？我没有哪种毛病。”说相声毛病干的。嫂嫂若不信，你问我哥哥金枝枪。潘氏说什么？你哥哥？嗯。他缺乏正确的人生观。哦。空长一个废物的人影。吃完饭就睡大觉啊！他什么事儿他全得不通。酒饭齐备了多时，也不必把他来等。咱叔嫂同桌共饮，咱们谈一谈这肺腑的情。说着话，潘氏在二郎对面坐定，深玉碗把美酒啊斟满了一大盅，他把身子这么一欠，双手把酒杯这么一捧，香腮就带着一点笑啊递给了二武松。美英雄探虎爪皆悲，嫂嫂你自用。潘氏说我的脾气儿啊最爱把兄弟疼。我二郎谢过了嫂嫂，此酒高兴。潘氏女给二郎啊斟满了第二盅。兄弟你喝个成双杯吧。二郎就一愣，我看完了啊。喝罢了第二盏呐、啊，潘氏又斟第三盅。武二郎把三杯饮完，斟一杯把嫂嫂回敬。潘金莲见他回敬酒啊，小心眼拎一咕噜，暗想到这个吴老二怎么样，大概是情动，跟他要结了连理。我怎么了？我的造化可真不轻。此时节潘氏越想春情越动啊，要坏，目不转睛的，他竟瞧这个二武松，只瞧得这豪杰有他，脑筋乱蹦，把头低下，他是一语也不哼，拿火杖拨灰，心里是犹疑不定，猛一抬头就气坏了英雄。见潘氏解开了纽帕，我不用真解啊，我意思意思，比有比有的，露出了粉梗，还怎么样？眉角眉梢眼角啊，是万种的风情。这他改的词儿，这是。二郎说：“嫂嫂，你不可如此的行动，俺武二小伦理，我懂得手足情。我哥哥软弱，嫂嫂你也看重。”必须要念在你们夫妻结发情，倘然若有风吹草动，嘿嘿，俺武二郎认识嫂嫂，俺那拳头之下呀焉能够留。请生打愣要。
您那个嘴烫着了，多好这个，越唱越热闹，呵，儿极了。哎呀，我很感慨，是不是？因为上回我们仨唱这个是12年前，对，12年之后我们老了，所以记不住词了。哎，上回也没记住，那是那是，上回没拿着纸，他们看不出来啊。接下来换一个牌子，叫切快书。武二郎说的潘氏扫了兴，羞恼成怒就跑下了楼亭。走着说怨我们没脸把人家等，为什么一死儿竟念手足情？这也是这个脾气不让人尊敬，也怨我那没心没肺的把他疼，也是我命里的应该不心静，遇见了不懂人事的一条大昏虫。来至在这个厨房一里嚎啕痛，他是又哭又闹放了悲声。武二郎一见嫂嫂太蛮横，不得就躲开这个是非坑。武二郎他急急忙忙穿衣来到了街门洞，赵词正赶上大郎转家中。吴大爷在那儿吗？吴大爷用手推门没推动，不多时门分左右响哗楞。吴大爷一见就一愣，从里边走出来他的兄弟二武松。真棒，都认识。嗯，有字典。那错不了。大郎说你到哪儿去，天这么冷，没羞没臊不行吗？这个武二郎是一语不发怒冲冲，他趟风冒雪走得冲，大郎也不知道为何情，心暗想我这兄弟犯了什么毛病，他跟什么人把气生。把那挑子挑到了街门洞，见着潘氏问分明。来到了厨房一里留神看，呵，这个潘氏女呀哭的是稀里哗啦的，眼泡全都哭肿，当时就闷坏了我的这个老蒙兄。他跟咱这词儿不一样，谢太是吧。吴大爷站在一边直发愣，眼望着潘氏问分明，为什么你那眼泡全哭肿啊，你跟什么人的把气生？今儿个下雪天气冷，二郎走莫非说衙门里边有事情？潘金莲一听把眼一瞪，呸，这一口直啐的吴大爷来了一个满天星。我吃蒜了。说娶我时你们家里很清静，就没提过有一个兄弟二武松。今儿个下雪天又冷，打酒买菜火炉生，我只说我们喝酒不必把他等，谁成想一边喝酒他把这个歹心生。他说我们俩不平等，他说你年老我年轻，他说我长得又好又干净，说你像条混世虫。他又说一朵鲜花粪堆扔，他又骂这个月下老人没眼睛。这小子越说越高兴，他一伸手就把你欺我的这个脸蛋拧。要不是太太我的心眼硬，我的哥哥啊，你想站起来走道万不能。吴大爷闻听不住的梗，说贤妻说话欠聪明，老二他没有这个毛病，他在妇女堆里太薄情，他把我这个哥哥看得特别重，要办此事他这万爷万不能。
二闻听无名动。好小子，我说话你是不爱听啊。从此后你走你的西青道，我走我的黑牛城。你那里清河沙河昌平县，我这里通州拐弯进了北京。你爱吃蒸羊羔肋蒸熊掌，我这儿有煎饼果子卷大葱。你既然把你的兄弟看得重，抬抬我，点灯不亮炒菜不香，我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吴大爷闻听直发愣，这娘们说的我没听清。这一回细数别兄我封敬，到下一回斗杀西门庆，大闹飞云浦，中途路上断锁崩驾，可苦坏了美英雄。再来一个吧，你没有词儿了。没有词儿了，就这一份儿啊。好家伙，于老师，哎，又找您的啊。我这不成，刚才有，谢谢啊。走，快走，去走，快走，叫你再来啊。哎呀，因为于老师最近一直在青岛那儿拍戏，对对啊，高老师也很忙，哎，在家要孩子啊啊，对，响应这三胎嘛啊，然后呢。这今天才把于老从青岛就赶紧弄回来啊！对，明儿还得弄回去。哎，对，明儿演完后天赶，后天赶回去啊！这一说咱们得唱一个庆祝古曲社，就是仨人都乐了，真是上回唱是12年前，对，网上有一个录音，在北京德云社小剧场我们唱一回啊！对对对，那回也没有词儿，仨人都唱起来了啊！嗯，那回不是临时，那回啊也拿着词儿。没拿着，我没拿着，你拿着上回，反正我都拿着嘛。啊，那行，好吧，啊，就说拿着呢，那错不了，那都偷着是吧？好在呢，这个观众们跟咱们人家也不计较，当然了，啊，不是专业的，老少爷们都捧咱们，都爱听我们啊。哎，就是写了反串，我们仨都不是正经唱单弦的，对，现在不是了，正经人谁唱单弦是吧？我说的是，你们摁点谢金啊。哎，对，我们这就他一个人，这就怪对不起大伙的了 啊。就是，对。哎呀，说一乐的事儿，对，不重要。什么时候你们看我们说相声拿过词儿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。你溜，好逮着理了你们啊！这个国庆七天乐，哎，在这儿演5天，天津大礼堂演2天，一共7天嘛。德云古曲社这个成立热闹闹的啊，我很开心。是吗？啊，这些日子看着老艺术家们，看着我们的中青年演员们天天排练，还有乐队的老师们天天这么认真，我觉得这行还行。挺好，不至于亡。尤其我们这些乐队老师都是好样的啊！当然了，我们把乐队的各位艺术家们请出来，我们再认识一下。哎，介绍你们，乐队老师们，再给介绍介绍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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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来，对，把发仔那家伙接过去啊！发仔，对，好，我们依次再介绍一下大伙儿，咱们印象深一深啊。我们从头开始啊，这位老师了不得，您想象出来的曲艺界大家都给伴奏过，主攻是四胡啊，您记住了啊，这是我们著名的演奏家张玉衡老师。发仔呢就更，这场活没白干，落一外号啊。我们真是打小我就跟他在一块玩，他们家西河世家，他西河最好，其他的曲种也都能来。乐队上这些活儿没有一个不行的，你说三弦也行，拉个四胡，抱个琵琶，抱个软，抱个什么，他都灵啊，哪儿都好。您看燕桂荣老师那录像录音全是他弹的啊，大伙儿再一次记住了啊，发仔的全名罗学发老师。来，快往前来，子怡郎姐，这单独介绍啊，他可是吃了我不少年了啊。因为最早他给我媳妇伴奏弹三弦，后来呢我说你不能老这么待着呀啊！张云雷小的时候也没事儿，也让他给教三弦，也没教出来，没教出来啊。张云雷是喝酒都他教的，后来我说试试吧，周九良让他教，周九良抽烟是他教的啊。对，他就指着我们家吃了啊，挺好，我们俩这个关系特别棒啊。他闺女、他姑爷都在我们这儿上班啊。您记住了啊，胡子义啊，这个老师啊，我打小我就认识他，他那会儿留一披肩发，知道吗？
啊，现在我一看这头发都这样，我也是很感慨啊。在曲艺行业里边，全世界最好的扬琴施俊平老师。这位老师我也得着重说一下，因为曲艺里边离不开这个笙，笙你们就知道啊，十多根小竹棍拼在一块儿，拿铁丝一绑那个玩意儿啊，不管是石雕还是什么的，好多这个曲艺种里边必须得有笙，这个笙不好吹，它跟梆子那个不一样，曲艺这是很独特的。介绍一下啊，这吹笙的大师，全世界最好的啊，于宝树老师。介绍一下这个长得像张大燕一样的这个大姐啊。我们乐队里唯一的女老师啊，这个打小就认识啊，后来她也嫁给说相声的了啊。这个自从结婚之后，我们就不怎么来往了啊。抱那叫琵琶啊，严平老师啊。这又高又壮的，这是弹三弦的啊。刚才给那个给谁？你弹了吗？这玩意儿啊？啊，对，不容易啊。这个你别看这很成熟，其实很年轻，17呢啊。大伙儿记住了，孔祥心。哎。这得着重介绍一下，这是正经跟德云社签约的这个艺术家啊。我们这个什么都发，秋裤啊、棉袄的都给他啊。哎，刚才你们看见似乎是他的啊，非常有潜力，手音也好听啊。大伙都记住了，暴力。我们用暴力的名字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发财得暴力啊！再一次谢谢各位老师们，辛苦了。哎，掺着点发财，这个我得批评一下你们这个剪场的工作人员，这舞台上怎么还有词儿啊？这个让人笑话回来。谁拿上来的？真就说是呢，这赶紧揣起来，怪寒碜的。其实你搁这儿这看不出来，没事，这我这揣起来吧，别上面还下回还能用呢啊，还画着我那词儿呢，那线呢。哎，行了，专用的。好，您要不说，没人知道啊，一看就知道是我的。来吧，那个今天演出的所有演员都在这儿呢啊，嗯，快上来吧，来吧，来，都来，啊，快来，哎，来，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吧，从这边开始啊，嗯，嘿，哎呀，上回咱们怎么编的那个，有儿徒有爱徒，啊，这是我的蠢徒，不是吧，我是什么来着？宠徒啊，这是我的宠物徒啊，岳云鹏。旁边就是高峰高老板，那是我儿子陶阳，这是我儿子旁边站着这个，这是我哥哥杨进明，哎，他是我哥哥，但他也是我师弟，哎，你别看他快80了，来，张鹤伦，春老快往前来，哎，刘鹤春，好家伙，那老艺术家，嗯，来，周九良。行，回去吧啊，张小辫儿，嗯，这是高九成，怎么样？高九成疯了，他疯了不管用。哎，后边大辈儿，哎，专业唱单弦的谢金，对，台上他是我师叔，台下我是他大哥，我们就这么拎的啊，嗯，这个来。这等会儿，你差一辈，你再往前来啊，还不是差一辈，老高徒弟还不差，待会儿再介绍啊，对，来，这你们都认识哈，大郎郎浩辰，嗯，快回去吧，这是我徒弟啊，张鹤晴，这是天津卫的娃娃，哎，喝嘎巴菜长大的啊，这是我徒弟九字的纪九霄，来过来。哎，这都得都在啊，哎，王九龙，对，大胖子们来，杨鹤通，太好了，那几个电工也别过来了，行了，台上站不开了，还是不挨着，哎，好嘞，行了啊，你别说话了，这个岳云鹏，这个今天这个场合很热闹，因为他现在很忙，一天到晚的，你怎么瘦了最近？最近就是调一下身体。哦哦哦，嗯，行。哎，他们谁跟我说你要做那痔疮手术去？说是。又坏，我给孩子说漏了，这是啊。啊，行，没事了啊。不是说了。很响。啊，杨哥啊，行。嗯。这个，你们有没有想听听谁给大伙儿什么说一个唱一个的好机会？
好嘞，高九成，快来，快来，好嘞。你听听，你听，站这儿来，你听听观众嘛。哎，我一说，我说听谁？他马上嘎嘎呀！我要唱，他们能把我歇下去？不至于有我呢。来，人喊的辫儿哥，我怕我上。哎，你听那干嘛？你快唱一个，随便一唱就行了。唱一个那个，刘伶醉酒，来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京韵大鼓，刘伶醉酒，平戏平戏，唱吧，来了刘伶，好酒的，好，我就说让张云雷唱吧，你们非常爱唱，好酒的难啊。人论答辩，读书人逢乱世，有口难言，我只得在最终逃在避难，哪怕人耻笑我荒浪疯癫啊。太棒了，哎，好，儿子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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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嘿嘿嘿嘿嘿，是你是你啊，给大伙儿唱一什么呀？我们这后台的小伶人没有不会的啊。大家没有想听的，你看这那也得唱。哎，好，给大家唱一首《党亮》。嗯，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御色把相烧，关公犯罪刘备报，豪杰犯罪怎能够饶，小小回音速去报，就是老爷放了骨胶，七星剑把头照，一腔热血洒征袍，好汉英雄辜负我了，汗马功劳一旦抛，江东桥前恩重义好，留下了美人名在万古飘。很兴奋，张云雷过来。我真没准，我真不知道唱什么。我哎，这么着，你说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哎，我唱两句，我再唱两句铁片大鼓吧。啊，好，掉到铁片地里了。我要是哪忘了，您帮我提。你放哪儿忘，我就提你。哎，行。鼓打还没唱呢，我以为忘了。鼓打三更半夜天，阴曹开了鬼门关，周西这个破前一场战，苏烈他大战罗成，就把将军给乱箭穿。太低了啊！将军念他是条好汉，命他托招转家园。好，啊，好，来，周九良，来，就等你了，来吧。大红果这汤队啊，他得试试中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张伦，过来。说天亲，走，来，金明哥，我不唱。你看，听说你老三篇唱的不错，老三好歹来两句，你老艺术家了啊。周玩这么一答呀，哦，来，各位仔细听，头一次我这唱天快，我这心里这打扑腾，我想唱歌曲，嗓子不收听；我想唱京剧啊，嗓子更不行。我想是他说相声还说话嘴漏风，嘿，这老骚帽，来，快来，我李霄，嗯，
啊，大伙儿点你呢啊！你是不是跟他们说实话了？你说你不会，啥也学不会。你跟，你别跟他们说呀啊！我们吃饭吃的可好看了，那好歹也唱一个来，可中。小妹妹送我的狼牙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。刮风不如有一个调门够高的完了啊！一轮明月照西厢，二八佳人映映红娘，三请张生来赴宴，四古无人跳花墙，五谷夫人知道心，六花板拷打莺莺审问小红娘，七夕胆大家借会，八宝庭前降夜香，九有恩爱十难割舍把你奈，十里亭哭坏了莺莺啊，就痛坏了红娘。姐儿在房中绣香袋，绣出西厢各色人儿来，这一边绣的是崔小姐呀，那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。张秀才来你好歹，为何不挑粉皮墙而来，前门无忧姐儿打水呀，后门无忧姐儿包柴呀。斗斗起斗起斗强，大红果的汤队老有这个啊。你是谁家俏郎才，薄布的袜子蝴蝶梦的鞋，前门无忧姐儿打水呀，后门无忧姐儿包柴。你弹弦儿，我恨夫人老高明，让我赶考够奔东京，倘若是东京难得中啊，想见姑娘万不能，见姑娘万不能。小琴童爱不消停，手打着灯笼走进房中，尊声相公安歇睡吧您嘞，明日清晨哦早为当场哦。早为当场，早为当场，亲乃童书啊，欠点聪明啊，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，太平间啊，美貌的娇妻火化兵，面太平啊，不该来结宿就在普救寺中啊，来只在花园呐、啊，我们两个两相逢，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。太平间呐、啊，说话之间，敲楼起了更啊，面太平，奔东京走了那张俊瑞呀、啊。十里亭撇下了崔莺莺啊，要得夫妻们重相会啊，黄榜得中了第一名啊，正公子定计把人害呀、啊。
天牢大狱困张生啊，白居易上殿把本动啊，出使番邦显才能啊，海外封王人称颂啊，万岁爷封他一个定国的功啊，奉旨完婚来祭祖啊，半府銮驾接莺莺啊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所以说今天啊，对啊，结束了啊，走了。谢谢，拜拜。